你看我每次他就出累了，流泪了。 戳四下，他都有反应，中间我就不戳了。万一中间没有，就尴尬。来戳一下。全都没有。就是没那么明显，但是他就是一分钟了吗？对，一分钟了。对，就是摁完一分钟了。对，是啊，他的右眼已经一分钟了。右眼一分钟是刚摁完吧？是啊。 准备七分钟了。哎，别跑呀，靓仔！ 然后来。
哟。翻过来了，这么没事没事，就这样吧，别说了。那不是局麻药吗？局麻眼睛。对。局麻眼睛怎么会翻过来？你看他直接头原本朝这边的，结果转了一圈，原地。不局麻眼睛，也就是说头不麻，神经不麻。好胖啊！局麻眼睛附近的肌肉。你看这个右眼角反应了没？怎么搓都没反应啊，这但在左眼其实有一些部位还是有反应的，这已经体现出区别了。我不知道左眼是因为没摁好的原因还是看我怎么知道，左眼是普鲁卡因，右眼是那个冰卡因。哟，让他舔我！我们已经到11分钟、12分钟了。为什么你们左眼是有反应的？就是普鲁卡因那个。有，他到现在还没洗消。哎，我们也是普鲁卡因，到现在还没洗消。冰卡因马上就洗消了。对，冰卡因到3分钟的时候就差不多。1分钟就洗消。差不多。我每一分钟搓了，我都要看角膜要把我搓烂了。我可能是说鼻泪管没压好还是什么的。那我要去补压一点。再试一试呗，等他。他现在其实是有一点点，他只有1/4了。每一次抽他都只有1/4。还是有，对啊，不知道是鼻泪管没压好，还是真的药物有问题之类的，或者就没滴进去。普鲁卡因不是本身渗透性差吗？对啊。我已经10来分钟了。
你看从前面就是没有反应的，从上面啊、后面啊、下面都有反应的。怎么睁不开？愣着。这可怎么顶呀？那个话题，他从前面来的那一根针，就是上面、下面啊，然后后面来的。前面是什么意思？就从这儿。你这里抽的还是他那边？这不是就抽这边吗？抽这边的，我们就一直到其实几七分钟才这么反应，前面。那是没抽好原因还是什么？只能如实记录了。那个老师那个要求，我记得好像一个是针对配角，一个是针对。我们说的就是肺。他一共是有四个病，他一共是有四个病。我们说的是肺。我们那个主要是肺结核病例，他那个主要是肺结核。也就是说肺结核的是重点，然后其他两个，但是他那三个病也得搞一下。要加油。然后今天要越过去，硬反应又反应。硬反应贼反应贼猛，反正你怎么抽来它都不动了，在那上面画画都不动。那不动反应肯定是因为药的。
觉是干什么？对。然后这样恐吓他就没用了，还是要真错了他才会砸。要闭上了。把他自己转过来也行。试过了，自己转的时候。辛苦不？这他妈的就鱼。你没有吧？
录下来，没效果。又十五分钟发准，还是砸了五次都有，五个地方。多到不多。这个五次。现在补一点看，可以，反正是没有，真的没洗好。哎，他不是说有一个是什么反应？不一样的，那整个皮儿瓶子都不一样。靓仔，我又来了。变弱了，靠，还是很强。该牛逼还得牛逼。别把车屁眼抽。测一下右眼，五分钟到了。阿芝，你别乱丢巧克力球啊！巧克力球可还行？不要浪费食物，好不好？要不我捡起来喂你？不要。哇，他挣扎起来了，不敢挣扎。哇，能不能给老子温顺一点啊？真的烦。哇，又摔一跤！还是有。对，老姜，你们直接把屎到处丢啊！什么？你们直接把屎到处丢？什么屎在这儿啊？地上的屎都是你们丢的。怎么可能啊！你搞清楚，亲眼看着你们丢的。以前一脚来了一个。你都看到了，没狡辩。你看这两只手，你看，这他妈多少是八分钟吧？新鲜热乎的，很新鲜热乎的，应该冷了。要不给他打个光？这他妈普鲁卡云真的是废物，还是有效果？那可能普鲁卡云真没什么用，要过期了应该。你看这他妈明显，不是他本身渗透性就这么差，巨鸡巴明显。我想睡觉了都好了。你今天是啊？你做做三点多一点，挺早。啊，我也差不多。挺早。嗯，早吗？早。三点多是比较日常吧。啊、我不能说很早。我、嗯。很早。最近事儿少了很多，那个东西一些事少了很多事，没那么麻烦。中午三点钟睡觉。嗯，你都是复习的。我
差不多钟了吧，算了，从图书馆十点钟出门，然后所以你是回宿舍，不是学习到三点钟，不可能的，干什么的，宿舍吃个饭，吃饭都十点四十多了，然后昨天还出去跑了步，然后十一点多，三点多出去跑步。十点多出去跑，然后十一点多，然后回来吹会儿水，就十二点了，然后冲个凉一点多，然后洗会儿衣服就凉，快一点半两点，然后再打会儿游戏，然后就把昨天那个药力看一下，然后超了那两三点，然后看会儿 B 站，不三点钟吗？时间哪够了？三十分钟了。没了，三十分钟过完了，结束。不会剪到皮。都在这，都在这，看到了。你们已经取了吗？这里。是垃圾，两个垃圾。垃圾啊！我以为你们已经把那个皮卡一都取了。够了吧，那全这么大一差不多了。大小便失禁，哦，快尿了。
的呀。瓜子，啊，早早带个打火机来，差不多了，这样子。他们的痛觉反应是，是什么？什么？拿针插？拿针插呀？拿针扎？扎上了，肿肿的，还是这样。一坨一块两块三块，哪天又不好打扫卫生，要毛要满地飘。对。下次没有下次了。下周全讲 PPT 了，对啊，我们他妈第一组，离谱，这抽签抽的真他妈背，我还以为是你定了，我他妈第一组我人傻了，我抽到的时候我人都快裂开了，我不是第八组，那最起码第二组也好啊，好过第一组嘛，他刚刚教我的手套，第一组的抽签是太背了。而且我还不知道他要讲多少分钟呢，他没给时间限制，讲他妈个一节课，想讲多少就讲多少。我看就是两，一人讲一句话也是讲讲。四节课嘛，一共四节课，两个组，那一个组两节课，一个组讲一节课，然后讨论一节课。对啊，那我觉得岂不是要讲二十分钟往上，快一节课快四十分钟。我觉得好离谱啊！我操，好脆！下次实验室应该准备一个剃须刀之类的东西，那倒也不至于。或者理发剪，就是那种电动的理发剪。你可以算一下它的成本收益。那肯定是很大的呀。没有很大的，其实。首先，时间成本也是成本。大家并不会在意啊。有那玩意儿，只要一瞬间，基本就剃干净。哇，这边跟平头一样。平头还行。好离谱啊，这个形容。徐世建，以后你去当剪头师傅得了。以后开副业哦，白天开诊所，晚上剪头。啊，你要开个宠物理发店，然后专门给那些。那宠物理发店都是高档会所来的啊。不，你只能给宠物剪平头，你只会这一种发型。万一之后再学一点新发型呢？对啊，那些宠物理发店都叫宠物会所，你知道。宠物招待所，太高了呗。
搞呗。啊，腰痛一点。这怎么搓呀？直接搓他的肉。那我觉得就这样皮下搓进去了，其实屌反应一些，总得搓到他的肉才行。我好像闻到股什么味了？我也闻到一股焦味。哎，你看这里就有。为什么他那里没有反应啊？不知道。这儿呢？又有。哦，有。就开始注射呗，来。好。先摸摸看。这是左边的。左边的是普鲁卡因，右边的是普鲁卡因肾上腺素。那个生理盐水好像还没取。那先搞普鲁卡因。是啊。喝生理盐水啊。那注射多少呀？一毫升。那就这个普鲁卡因，这个普鲁卡因应该生理盐水，这个不，这个普鲁卡因，这个普鲁卡因肾上腺素，这个生理盐水。别跳了，靓仔。别刷下去了。那我觉得抓一下，稍微，不然的话就皮下是要提起来的吗？还是45度？应该是有反应的，我没戳破，但是戳到了。它反应剧烈吗？蛮剧烈的，前肢非常剧烈，不太好戳。这戳进去了吗？算是戳进去了吗？哦，皮内注射。然后想一下他怎么注射的，我歌手放开，他后肢可能也会动啊，这抓不了的啊，后面怎么注射的？抓一下后面，他是要皮下注射吗？是皮下，抓你内注射。这老师说要前面注射一点，后面注射一点，那我不知道怎么弄的。啊？怎么烧这么细？尿尿吧，没死吧？没。我到底是注射到哪里？我都不知道我插在，我都不知道我插到哪里。
会接受。所以我不会把你洗脑。所以我走远了。然后身体有水，他是动了。石剑，身体有水劲儿。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吧。他吃纸了。好好，你们那个排尿是不是注射的生理盐水？那是想体验一下为什么会排尿。那你们那为什么疼？被吓到了吗？恐惧反射。应该是吓到了。哇！哇，他也尿了。啊，尿了。他尿出来了，王世杰。八步，有没有？我操！靠，他还拉了。把他抬起来。抬起来。我操！接从脖子那里抓起来。直接抓起来，抓不起来的。旋转跳跃。葫芦卡应该有。因为寒山是有，因为海边没有。这个是零。我感觉是那件事，它是要测五个点，中间，上面，下面，是我们力度不一样的问题。上面是有，下面也是有，右边这好像是皮脂肪，可能触不到肉。踩肉，我踩到尿。你知道？它又有肉皮。这个辅导分钟测一下，1、2、3、5，我操，我们直接看只有五。你还舔我？他是不是渴了呀？1、2、3的速度，我去看一下别的行吗？游戏必须选，我上次就选了，不知道这次，这次我真的没看，应该不选。
要选，不是说学分改了吗？哦，我全部都要选三个。我还没选。你觉得刚刚那样站着很厉害的？是啊。好一点，站起来。我一摸他这里，他整个腹部的肌肉都在收缩，有点紧张。说明他本来就有收缩，只是毛厚的时候感觉不出来。怎么一点不怕？你还真一球全还脸上。那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真的离谱。对，他往这边走。就会被嘲笑，哎，你怎么？你是要剃光一堆毛？我们虽然剪的面积小，但剪的彻底，直接把一点，对，基本上一点全红的。对，那这个还是其实还是蛮明显的，变色的颜色。你看这样端坐的怎样？还是不拉稀？不是，那个是见习基地吧？一七零。他问一下，然后就，他这是问一下，他去问一下，还是他问一下什么问题？你没看他在说？那没说完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想知道这些事情。他可能没有在群里回复，就在这里。对对，是教务科那边是可以直接帮你操作。对，而且不是那个药学院的教务科，是那个总的教务科。对，是总的教务科，随便给你改。等你过，等今天没有解决完，你自己可能选，不能选择再去找教务科。自己选不了再去找。哇，他要挣扎了。名单跟他说要这些要选。二十五，对吧？底下底下。嗯。我们生盐水跟那个纸离得太近了。我感觉我们打完，他就变全麻了。他基本就瘫着不动了。他全身都没反应吗？有反应，但感觉就基本不动了。我们也做完就发动了。嗯，做的不错，夸奖我。阴阳怪气，夸奖一下你有问题啊？夸奖都不夸奖。都是我阴阳师的，阴阳也怎么了？现在应该是阳师在线。Thank you.
别跳了。哟，他现在开始有一点点反应了。这里面是有一点点反应。然后我说我现在，因为当时还可以选嘛，我说我现在想开始是零一选嘛，好吧，然后差不多就想，然后过两分钟你现在去选，看起来是570了，大概570，我现在加了570，而且当时不是我一个，我爸还有我他们兄弟都去了，还行。对，这你没选项，你直接跟他一起就好，直接就打我。问问他微信，问问他的 QQ。哇，他咬我的手指，哇，哇。你看一下我儿子的，不要紧，看我儿子，贼鸡巴反应。他哭了。他怎么了？他流眼泪了。被扎的那种伤。Thank you.